就是这儿，怎么样，老婆？哇塞，这还挺大呢。你看啊，这是办公区啊，这儿放个茶水间，那是会议室，那是我办公室。我坐哪？给你当办公室也行。<笑>亲爱的啊，这就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啊。对呀，你别看现在很空啊，到时候会坐满我们八八爷德的员工。嗯，我们要办一间伟大的公司。加油！好，老板。 我就郭天磊，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能不能帮我解决住宿问题？我妈说了，想让我找个轻松点的工作。我猜公司应该不会很忙吧，但我也会努力的哦。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时间自由点就行。徐总，我想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，我会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。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服务好八八爱德的。老徐，这雅轩就交给你们了，我相信你们。八八爱德将会是一家伟大的公司。 人挺齐啊，我们等你好久了，是吧？哎，赵，今天人齐，耽误大家一会儿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宣布一下。老徐，你先等一下，我们也有事情要告诉你。老徐，我们知道公司现在很困难，所以我们大家集体决定，先停薪。 这是自愿书，签好了。很多甲方因为黑名单的事找我们索赔，我们怕公司周转困难，一起凑了一点钱。虽然数额不多，但也足以应对这次的危机。老徐，这次危机的幕后黑手我们已经找到了，苏雅阁。 违法的证据都在这个手机里，受伤工人的事情也调查清楚了，人没什么事儿，只是受到了苏亚阁老板的蛊惑，现在在故意躲着我们。老徐。 老婆，咋还哭了呢？哎呀，没事儿。你看，大家伙都这么相信咱们，咱们也不能放弃咱们最开始的梦想，对不对？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没问题。嗯，放心吧，能处理好。 是的，是爸爸爱德拯救了我们，我们不可能看着他结束的，我们心都在一起，我们不会输的。是的，是的。
爸爸爱德加油！求雅，求雅，什么事啊？苏总，浙雅轩您知道吗？就是您抄袭的那家餐厅。嘿，我们是为他服务的广告公司，爸爸爱德。嗯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。哎，苏总，您认不认识王建国？您指使王建国敲诈勒索浙雅轩，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扰乱市场秩序，这些我们已经搜集到了充足的证据，啊，并且已经上报给了相关机关。这次来呢，就是告诉您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。哎，我指使什么工人？哎，是他们敲诈勒索，是他们利欲熏心，是他们尔虞我诈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之前是见过他们那么几面，但也仅仅是我出于好意去帮他们。我还千千万万地告诫他们，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，是不对的，可他们全不听啊。那我就没什么办法了。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哎，当然。哎，要我说啊，你们就应该赶紧让公安机关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如果需要出堂作证的话，哎，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那人没跟过来吧？没有，没有拿到钱之前咱俩必须离开这里啊。师傅，长途汽车站快走。哎，开车是吗？警察已经立案了，苏总已经全盘交代了。你们这是诽谤敲诈，到时候不仅拿不到钱，而且还会被判刑。我劝你们悬崖勒马。等多长时间啊？就一直等着啊，等到什么时候？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施工队长已经从警局出来了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。你们解决问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胡总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。是。到现在问题不给我们解决，饭也吃不上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再等一下，最多还……我们不等了，求你吧。最多还有十分钟。走，走，走，哎，师傅，走，走。各位冷静，冷静一下，你们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。哎，王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现在没事吧？您说下去怎么样？没事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真的谢谢您和叶璇了。没事了。看着王工心里就踏实。还好叶璇及时去报了警。对，对，王工。看到王工心里踏实，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好。别松口气了，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没事，没事。这件事总算是结束了。这次多亏你们，下来。小意思了。虽然这次跟奥可的合作黄了，但是我的店正常营业了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倒是认识一个人，对浙雅轩非常感兴趣。你说来听听。这个人吧，他一表人才，帅气幽默，阳光开朗，温柔体贴，年少多金，风度翩翩，仪表堂堂。哎，最关键的是他还是浙雅轩的忠实粉丝。哦。怎么样，要不要牵条线给你认识一下？我考虑考虑。这还要考虑什么？那我得考虑一下。那他都投了浙雅轩了，还有没有钱给我买钻戒呀？来来来，别，来来来，谢徐总。谢徐总。哎，谢徐总。谢徐总。叶璇啊，虽然不在啊，被奥可叫走工作去了，但是他的心跟我们在一起啊。这次的军功章有他的一半，我们共饮此杯。来，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
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奥可公布了调查结果，我们从黑名单里移除了。耶！这次风波我们算是挺过去了。正所谓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好好干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这个钱啊，是大伙辛辛苦苦攒的啊，我不能要。另外呢，我跟色南商量了一下，我要给大家平分股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个人都是巴巴艾德的股东了，啊，哥，咱们争取把巴巴艾德做成一个伟大的企业，百年大企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那我们都成老板了。对呀，那就我们一分钱没花就成老板了。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老徐，哎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啊。你说，这次危机多亏了叶璇，而且叶璇现在的能力也很强，完全可以胜任巴巴艾德的市场总监。我想把他挖回来。嗯，我也正有此意啊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共饮此杯，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办掉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吴总，您找我啊？嗯。坐。巴巴艾德的这件事情上，你处理的不错，既保护了我们奥可的名誉，同样也帮助巴巴艾德成员招选。所以我跟集团申请过了，集团同意给你提前转正，而且还给你升职为副总监。真的吗？谢谢吴总。但是还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集团决定让你跟我一起去北京的分公司工作一年，帮助一下那边的市场部。当然啊，我也不会强求，但是你也应该清楚这个机会有多难得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累不累啊？还行。菜都做好了，快来吃饭吧。快来。这么丰盛啊？有什么好事儿？还真的有好事儿。等吃完了，我给你讲。正好，我也有事要跟你商量。你说。你先说。你是甲方，你先说。吴凯给我升职加薪了，我现在是奥可市场部的副总监，一人之下，十人之上。看来吴凯真的很器重你啊，这么快就把你变成了毛天宇，值得庆祝，干杯。但是，他让我去北京分公司一年，跟他一起把市场部做起来。去北京啊？那你答应了吗？我肯定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啊。啊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去啊！对于你这样的新人来讲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你怎么跟吴凯说的一样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我们会分开一年？你要是不想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去，必须要去。你看。北京奥可市场部现在刚刚成立，如果你去了之后真的把它做起来了，到时候回来就不仅仅是个副总监而已。况且，也就一年时间啊。我是真心希望你去的。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啊。我一有空，就会去看你的呀。哎呀，别想了，我替你做决定了，我们去。吃饭吧。哎呦，今天这个花菜啊，挑了好久。那个卖菜的阿姨跟我说，这是她早上刚刚摘的。嗯，好吃。那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巴巴艾德，
从奥可的黑名单里面移除了，现在业务恢复得也很好。我想你明天替我感谢一下吴凯。没问题。哎，吴凯有说让你什么时候走吗？下周一。李守贤，你怎么让叶璇走呢？你们俩才刚在一块，这样很容易分手的。就是，我同意啊，异地恋是最容易分手的。就是，南哥，要是你们俩真的分手的话，我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就是啊。欢迎来到巴巴爱德。哎，大家都在呢。我买了点奶茶，顺便过来看看。小心分手，这儿分手。嫂子，南哥有话跟你说。加油。对，李首席有话要说。哎，你要说什么呀？这么正式。嘘，你说呀，快留住他，不然就会分手了。异地恋是最容易分手的。叶璇，你怎么让叶璇走呢？你们俩才刚在一块，这样很容易分手的。你快说呀。异地恋是最容易分手的。哦，我们分手吧。啊，不是，不这个呀？对呀、啊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就说错了。那个关键是，哎，走了，叶璇。不是，你说南哥怎么回事？都怪你、啊。不是。叶璇，你开门。不开。你听我解释呀！不听。哎呀，都是因为他们老说什么异地恋分手，所以我才嘴瓢说分手的。我怎么可能想分手呀？你信我啊？不信。那你还生气吗？不生气。你不生气就把门打开啊！李泽南，你又套路我。我套路你什么呀？叶璇，我恨不得每天早上看到的就是你。晚上睡觉之前看到的还是你，我想每天跟你一起上下班，跟你一起吃饭，跟你一起做好多好多的事情。我还想过跟你一起去看极光，去沙漠，去世界各地。我就想天天的跟你待在一起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想跟你腻歪在一起。但我这样就很自私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。相比，我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我更加愿意你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因为叶璇，我爱你。首席今天约了客户啊？没听说呀、啊。你说这小叶也不在，这么精英打扮是去干嘛呀？
你上一次进行打扮是去为了干什么？当然是跟你约会。哦，丽娜，谢谢你的镜子。他一下午没看到他小镜子了。好吧，我有事儿先走了。拜拜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去？替天捉奸啊！他要是敢出轨，我替天行道。哎，不是，咱也没证据啊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这边有预约吗？啊，有的，李先生。李先生。两位。两位。哦，他比了一下二。你就说有两个人吗？绝对有问题。走。别，咱们先不要着急啊。你好，请问。进去之后，先静观其变，然后守株待兔，最后争取人赃并获。行，走。冲。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请慢用。这么久没见了，想我吗？好，吃一口啊。好吃。你也吃一口，随便，来。先行道。李文南，我在这儿约会，渣男。南哥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不是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和叶璇视频吃饭呢。哎，丽娜。叶璇。丽娜，找你们家了。真的是叶璇。哎。叶璇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你工作顺利吗？生活怎么样？成哥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成哥，又变帅了。你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今天回去吧。磊哥，我们想跟叶璇说说话。叶璇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都不跟我打招呼呢？喂？什么？李首席要升了？李首席要升了？像是你的孩子一样，你不得开这种玩笑？你怎么可能是我孩子吗？我孩子，你别瞎晃了，坐会儿。那生孩子哪有那么快的？去，走。心烦。怎么，女人生孩子这么久呢？对，他晃完你晃了。你靠会儿。哎呦，我这不着急吗？李新香的家属，生了啊！你们谁是孩子的父亲啊？我是。跟我进来吧，母女平安。
真没想到奥可市场部副总监这么年轻还这么优秀。谢谢夸奖。我等下还有个面试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进。吴总，交接已经完成了。这是我的离职报告。不再考虑考虑了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叶璇啊，你年轻聪明，有拼劲儿，肯努力，在职业道路上的选择可一定要慎重啊。嗯。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之前就想自己可以成功出人头地，在上海立住脚跟。这些奥可都可以给你啊。但是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些，我还想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共同实现这些梦想。所以你决定去那边了？嗯。好，那我就祝你一切顺利，奥可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谢谢吴总这段时间的培养和帮助。吴总再见。下我巨龙，下我巨龙，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。我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宣布。刚刚接到电话，投资人已经答应给咱们投资了。你们猜数额是多少？我爱你。300万？不对。30万？不对。3万？怎么那么扫兴？那么扫兴？3000万！妈呀！3000万！不是，我得算一下，我们那些股份现在能分多少钱？怎么没出息？分什么分？不是等你不上市？几个人？李总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叶学院联系你们吗？没有，联系你们了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联系不到他了。啊，小叶姐在开会。开会就不开手机了吗？那个南哥，你们是不是吵架了还没和好啊？我们从来不吵架的。也许是昨天晚上陪客户喝了酒嘛，你就喝大了，然后被。一会儿不是那个有人啊？对，哎，李首席，一会儿我办公室有个面试，你帮我面一下啊，我出去有点事儿啊。那个你们先干活啊，随时联系啊。辛苦了，李总监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忙吧。
新人面试呢。上面呢？你现在上去，他一定被感动的屁股尿流。他确定不知道我回来吧？确确。OK， 那我上去了。去你猜我？来面试的是吧？二楼最里边那个办公室，等着你呢。姓名、年龄、从业经历。李老板好，我叫叶璇，曾经也是巴巴艾德的一员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开不开心？惊不惊喜？这有什么好惊喜的？你这么突然回来，我看你是不相信我吧。我没有啊，我真的就想给你个惊喜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接了电话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几个小时不接电话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幼稚。李泽南，你至不至于啊！李泽南，你疯了吗？你站住！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？李泽南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今天给你个惊喜，我准备了多久？你笑什么呀？你有毛病啊！我也有个惊喜要给你，为了这个惊喜，我也准备了很久。叶璇，你愿意做我一辈子的甲方吗？嫁给我吧。李涛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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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的人呀？我们当然是他的人了，他是我们老板呀。别过来啊！你冷静一点啊！我现在很冷静，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没有没有，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啊，不说是吧？嗯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哈哈，都不怕啊！我数三的数，不说我真打。三，二，一，说说说说说，小燕马上到上海。你们太烦了！就我合伙人，嫁给他吧。叶璇，你在等什么？答应了。又不幼稚，我就是超幼稚啊！你嫁给我，嫁给他呀！你在等什么？你在等什么？别逼啊！我。